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；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；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大家看《大经科注》第299页第一行啊，前面呢我们学到普贤菩萨愿愿度舍，我此大愿无有穷尽，念念相续无有间断，生于意业无有疲也。我们学到这个地方，十愿，每一愿都具足其他的九愿。华严经上所说的一界是多，多界是一，一多不二啊，一就是一切。专学普贤十愿，能不能往生？能。我们看到了海贤老和尚，他就念一声阿弥陀佛，这一声阿弥陀佛里头圆圆满满具足十大愿望啊，他的光碟或者是永世记这个小册子，诸位啊，细心去看，你会看出来啊，普贤行愿要心量大，没有别的啊，他的心量确实大乘经上所赞叹的心包太虚量周杀界啊，这就是普贤菩萨。有这样心量的人就是普贤啊，他修任何一门跟十大愿望决定相应啊，十愿当中你去仔细观察他跟哪一愿相应，然后这一愿又圆满含摄一切愿啊，通通去做啊。我们看海贤老和尚离经祝福，他做到了，他
他对于每一个人都恭敬，敬人、敬事、敬物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佛现境界给他看，他看到物里物外全是阿弥陀佛，这不就是离境诸佛称赞如来的感应吗？啊，所以他在香炉里头烧了十二支香。法华经上讲普门示现的，华严讲普现的，啊，这个愿无有穷尽，这心量大了啊，真的是心包太虚，两周杀劫，一切众生皆是佛，唯我一人是凡夫，善财童子说的。啊，善财童子如何修普贤行？我们在五十三参里面看到，啊，应当要学，啊，学了有好处，最大的好处，你心地清净、平等、欢喜，啊，无论在什么困难环境当中，你常生欢喜心了，法喜充满了。从这里得来的，你看海贤老和尚一生的经历啊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，红卫兵逼着出家人还俗，不准住寺庙，寺庙里面佛像砸掉了，经书烧掉了，不准念佛，他心里头念佛，看不出来啊。一切时一切处，佛号没有间断。啊，不准拜佛，夜晚上人睡觉了，偷偷的拜。我们在这里看到啊。对每个人都欢喜，没有一个人不欢喜。啊，法喜充满，他人缘好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了，他全做到了，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。啊，一生法喜充满。早就应该往生了。说真的，他出家92年，出家3年他就有资格往生。那为什么？这个人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凡是有这种根性的人，遇到真正善知识，没有一个不成就。啊，地贤老和尚的
徒弟格鲁匠，他有什么本事？不认识字，笨手笨脚，没有海贤和尚那么聪明伶俐，没有啊。跟地仙老和尚从小在一个村庄长大的，自己40多岁真的到走投无路，人间的苦楚他受尽了，他只有苦没有乐，找到地仙老和尚，一定要跟他出家。那个时候地罗和尚是小有名气，在关中寺当知客，他赖住不肯走啊，到最后地老给他剃头，给他谈条件，完全接受。剃了头，你看他没有受戒，他没有在庙里住过，在庙里住过无堂功课都不会啊。那寺庙大众瞧不起你，这精神上受不了啊，叫他到乡下，老和尚给他找一个破庙，废弃的没有人住的，叫他去住，在附近找几个居士照顾他，给他送一点吃的，找了一个老太太替他烧两顿饭，早饭他自理，中午晚上老太太帮助他，给他洗洗衣服，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一直念下去，他念了3年，欲知是知，站着往生，往生之后他站了3天了，那个时候乡下到关中寺报信没有交通工具，要派人去把这个信息报告地仙老和尚，这一去一来3天，他就在那儿站3天，老和尚看到了佩服，你没有白出家，红宗言教的善知识不如你，名山宝刹的方丈住持也不如你，真成就了。他就是老实听话正干。海贤老和尚也是老实听话正干。而且还加上真诚、亲近、恭敬，这是小时候的母亲家教好啊。他母亲不是凡人呐，虽然在家学佛，一生长寿。从小就吃素，86岁往生。那个时候海贤哥哥、姐姐，这个姐姐弟弟过世了，母亲没人照顾，把母亲接到道场，就他住的小庙，照顾他妈妈。在他妈妈86岁那一年，
告诉他要回老家。啊，他怎么劝，妈妈也不听，坚持一定要回去。那只好陪妈妈一道回去，非常孝顺。啊，老家了没房子了，过去生产队，他做过生产队队长，还有三间小房子没人住，收拾一下就住在那。啊，第二天他妈妈亲自包了饺子，送信给他女儿侄女，他都来啊，都找来了，吃了饭之后啊，他在旁边椅子上坐着走了，那么样潇洒，走之前自己亲自包饺子给大家吃，吃完之后腿一盘，椅子上一坐就走了，不是普通人呐！啊，海鲜老和尚为什么这劝他母亲，他母亲一定要来，是度他女儿，度他侄女，让他亲自看到。你看念佛往生多殊胜，那让你亲眼看见，是一点病都没有啊，说走就走啊，86岁啊，在那个时候环境非常苦，啊，所以海贤用过薄板棺材给他埋葬，心里就是不安啊，对不起母亲，但是环境所逼，8年之后环境好了，好转了，想给他母亲改葬树碑啊，把墓穴挖开，棺材打开，人不见了，没有了，棺材里面只有钉棺材的几个钉子，人到哪去了？所以我说来佛是二仙的，他妈妈也是一仙的啊，三仙才对呀、啊，这个在家居士可了不起啊！中国古时候有例子，大魔祖师往生下葬的时候，好像过了好几个月，从西域，就是现在的新疆回来一个人，跟大家说，他启程的时候，在新疆那边遇到大魔。啊，大魔祖师一只脚穿草鞋，另外一只脚打赤脚。他们大家奇怪，一算这个时间呢，大魔祖师埋葬那个两天吧，一两天的，哪有这种事情，你胡说八道。结果大家把墓穴挖开来，果然棺材里都只剩一只草鞋，证明他说的话是真的。啊，那么海贤和尚他妈妈86岁走的，他什么也不留，棺材只留了几个钉子，很奇怪啊，钉子怎么拔出来的，谁拔出来的，
啊，所以报告的人说他是不是菩萨再来的，我们是凡夫，不敢随便说，不是普通人呐、啊！啊，肉身不见了，肉身虽然是假的，他也表发给我们看，啊，也知道海鲜什么时候要改葬。那这个小子表演这一招给我们看，让我们承认大魔祖师那个表演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大魔距离我们一千多年，这个就在眼前，让大家亲自去看。佛法不是迷信的，啊，现在量子力学家发现许多宇宙奥秘，佛在大乘经上都讲过，啊，所以他们肯定啊，大乘佛学里头有高等科学，啊，我学佛跟方东美先生、方老师告诉我，大乘佛法是高等哲学，啊，于是我们了解了。释迦牟尼佛49年讲的一切经是讲什么？我给它归纳为5个科目。啊，世间法，佛随顺世间。讲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，啊，向上提升呢，用现代的话来说，高等哲学，高等科学，总就讲5个科目啊。这5个科目啊，都讲到究竟圆满。伦理比我们中国讲的圆满，中国只讲到人道天道，大乘里面所讲的变法界虚空界，这心量太大了啊！道德是究竟的道德，因果也是究竟圆满的因果啊，包括哲学跟科学都是讲到登峰造极，啊，这里头没有迷信的，佛法里头没有秘密，秘密是不可告人的，佛法没有，佛法里讲秘是深秘，它道理太深啊，境界奇特，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啊，你慢慢学，自然呢就通达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啊，这都是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经典的原文，行愿品里的有书，若人诵此愿者，那假如有人
念诵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世人临终临命终时，最后刹那，这个人在命终的时候啊，最后这个一刹那，一切诸根皆悉败坏，这是说身体坏了，人死亡了，身体不能再用了啊，诸根是眼耳鼻舌身都不管用了，一切眷属啊悉皆舍利，这是说你的亲情啊，家亲眷属，你最疼爱的统统要舍利，没有一个会跟你一起走啊，一切威势啊，你有福报，你有势力啊，你做大官发大财也带不去，悉皆退失，没有一样能带走啊，福相大臣，这是你纵然做了皇帝啊，你的宰相，你的大臣你也带不去，没有一个跟你一起去的，功臣内外啊，这是你居住的啊，皇宫啊，也不会跟你去，相马车臣，这是你的交通工具，啊，现在这个富贵人家，私人有飞机，有游艇，啊，那车辆是很平常的事，这所有交通工具你也带不走，啊，珍宝佛藏，你藏的一些。啊，这个珍珠玛瑙啊，种种宝物你所收藏的一样带不走，如是一切无福相随啊，没有一样东西跟你走的，都是带不去的。佛告诉我们，警告我们，凡是带不去的都要放下啊，我这一生好啊，好在流浪啊，居无定所啊，啊，一生不管人，不管事，不管钱啊，为什么没有人听我管呢？我孤家寡人一个，啊，人家供养我的钱，我都供养寺庙。我住在哪里，一切供养就归这个地方。啊，所以有人请我。啊，请我的时候，我在那边讲经，可以带给他人旺、人兴旺，可以带给他不少供养。啊，讲完了，讲完了我就走了。啊，走了是空手走的，一个人走了。啊，这样自在，这样没有牵挂。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。与一切众生皆法缘，那别人请我讲经，与道场的常住皆法缘，与道场皆法缘，与道场信徒皆法缘，欢欢喜喜，
啊，过去我银行还有个账户，啊，那个钱是放在银行的，哪个地方有用我再拿出来用，啊，所以这个银行我记得好像3年没有问，没有过问，啊，3年前有，我印了四库全书、四库回要，啊，跟这个全书之要、过学之要一样，10000套。啊，四库全书112套。啊，四库回要200套。啊，过去我跟他买过70套。啊，得把银行钱提出来，得用得差不多了。今年年初，我答应斯里兰卡佛教大学，我提议的啊，总统欢喜，真见了，所以我就到银行，请银行把我户头上的还有多少拿给我看看。我都没想到，我估计大概有个3000万港币吧。没有想到，宋伟拿了我都带了，谁给我的？啊，超过1亿多港币，换成美金。大学告诉我他们的预算。是美金2500万，啊，我一看，我把这个钱换成美金，还有多的，啊，一共换了2700多万，全部给他了。啊，这个开工了，明年5、6月就可以落成。啊，强地玛法师告诉我，像建筑材料什么东西我都不太清楚了，都涨价了，预算要增加。估计预算要多少？要美金6000万。那我只给了他2700万，还不到3000。我说有佛菩萨保佑，不要操心。啊，我帮助你。啊，他最近要来找我，我要给他建议，我们真正为全世界的佛教做一桩好事情，培养弘法护法人才，在家出家都是都可以啊，但是入学之前呢，必须要5年学界。这是我们中国老祖宗几千年来的规矩，我们把这个恢复，没有5年学界不能进入这个大学。
那进入这个大学，首先要考五年学籍。啊，那怎么呢？首先开戒律学院，大小乘戒律都要学，无论在家出家。啊，五年之后，他才可以选大小乘的经典。我们佛教可以兴旺起来。如果这个规矩要是不定的话，佛教变成佛学，不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，变成佛学了。啊，变成一种哲学，一种学术。啊，伦理道德因果都可以变成学术。那我们就对不起释迦牟尼佛。啊，你们答应我的条件，我答应你帮助你筹款。啊，戒律学院，我心目当中，哎，前天我跟有一篇讲演你们听了，有缘你们听到了。啊，那是对国清法师。啊，他们这个戒律学院讲的，啊，他邀请我去讲，我没有时间，实在抽不出时间，啊，难得他来看我，我要请他担任院长，啊，把他的这个道场啊，通通搬到斯里兰卡去，啊，在斯里兰卡。把佛教律学院办起来，这是好事啊！国家护法啊，一定是先学戒，再学经啊，再学经教。经是得定最终的目标。是希望你能够开悟。啊，从经里头啊修定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自见就是开悟。啊，这个大学里头。要有几个开悟佛法就行了。啊，我们目标放在此地。我们自己一生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希望下面底下一辈人，再下一辈人，能把释迦牟尼佛的圣教再兴旺起来，啊，一定要有开悟的人。我们对于这些理论方法深信不疑，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是决定有可能。只要心地清净，妄心放弃了，真心就现前，真心就开悟了。啊，真心就是自信，像慧能大师所说的，自信本自具足。具足什么？华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啊，就是说，你的自信就是你的真心，本自具足无量智慧，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，
跟释迦牟尼佛、阿弥陀佛没有两样。那为什么现在没有呢？现在有，它不起作用，不是没有。为什么它不生不灭？我们的身体可以没有，我们的念头可以没有，自信怎么会没有？自信不生不灭吗？那学佛什么？学佛就要回归自信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我们走这一条路啊，跟释迦世尊、跟阿弥陀佛、跟诸佛菩萨学什么？学回归自性啊！禅宗讲明心见性，教下讲大开圆解，净土宗讲理一心不乱啊！我们念佛念到理一心不乱，就明心见性了啊！海贤老和尚就一句佛号，他念到理一心不乱。什么时候到这个境界？我细心看他的光碟，他的光碟我看了五六十遍了。真有同学很用功，告诉我现在差不多看到将近300遍了，我听得很欢喜。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光碟看1000遍，一年当中每一天看3遍，有人每一天看5、6遍。一天念10000声佛号，一年之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你就很有把握了。念佛往生不要求人助念，像海贤老和尚，他有几个老朋友，说你往生的时候告诉我，我来给你助念。他说不必，助念没把握，他有把握。不要告诉你，自己真的敲引磬念佛往生。报告里的说，他平常念佛。不敲引磬啊，往生这一天晚上念佛敲引磬，阿弥陀佛来接他去。所以下面说，唯此愿望不相实力啊，于一切时引导其前，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，道已即见阿弥陀佛。你看，一到极乐世界就花开见佛，这是什么品位？我们在观经上看到这是上品往生的，不是中下品的。我们能达到吗？难。怎么能？怕的是你自己不肯干呐，没有人障碍你，自己障碍自己。为什么呢？万缘放下就能。你有一桩放不下，有牵挂就不能。关键就在此地，能彻底放下，
你就能争取到上辈往生。啊，我们这个经上讲的三辈往生，你就能争取上辈。上辈花开见佛，上辈人心量大了，要能包容啊！啊，学海鲜老和尚的忍辱波罗蜜，啊，收电费的人打了他娘耳光，他接受了。啊，旁边人看到看不惯的，要想去找跟这个社会人理论的，老和尚算了，息事宁人。啊，完全不计较。啊，对于回谤的人，他何尝不知道？无需辩论，也不必计较，时间久了，真相自然明白了。啊，何必去争？成就忍辱波罗蜜。啊，不但不怨恨呢，还感谢他。啊，他来考考我，看我六波罗蜜修得怎么样了。啊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都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在工作里面，在处事待人接物，成就圆满的六波罗蜜。你要不然在哪里修啊？啊，特别是人事环境，顺境不生贪念，逆境不生嗔恚，这就是功夫。啊，功夫都在日用平常当中。与我们取西方净土的品位有很大的关系。啊，能不能往生，完全是幸运之有。欧耶大师告诉我们，真心切愿，你就取得往生的条件。生到极乐世界，品位高下，在你念佛功夫的身前。念佛里头具足三福六合，具足三学六度，具足十大愿望，这叫功夫。这佛号里头有这些东西啊，这个功夫要深，不在乎念佛多少，在乎你放下多少，你成就多少，在乎这个。啊，成就你的六度万恨，成就你无量功德。啊，那么这些道理，如果懂得，一句佛号够了。圆满具足，啊，海鲜老和尚念了92年，他活了112岁，20岁出家，师父教他这句佛号，教他一直念下去，他92年没有改变了，真听话了。真用功啊，没有杂念啊。那他要不要听经？
要不要诵经？不需要。啊，他外面放下，就是一句佛号。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他开悟了。他在这一句佛号上，首先得功夫成片，大概要多久？3年够了。啊，再提升事业心不乱，有个3-5年他就到了。再向上提升理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见性成佛。我看他的光底，细心观察他，他的事业心不乱，应该在30岁左右；理业心不乱，在40岁左右。理业心，往生极乐世界，生十宝庄严土，真的是花开见佛。无生啊，啊，那个无生是什么地位？大乘经教上佛常说，七地以上无生人，七地菩萨下品啊，这叫功夫。我们有啊，我们可以做到啊。要努力啊。仙公老和尚常常教人，时时刻刻提醒人，念佛、往生、成佛是大事，其他的都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，跟心愿品上这一段经文上所说的完全相同，没有一样是真的啊！你的身体是假的，临命终时树根散坏了，眼不能见了，耳不能听了，鼻不能呼吸了，口不能说话了，啊，身体不能动了，这叫散坏。啊，你的家庭眷属不能跟你走。啊，你的一切地位、权势、财富一样带不走。啊，那么在这个时候，只有普贤菩萨十大愿望。你要是修这个，这个愿望不相设立。他引导你往生极乐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因为你是上辈往生啊，到那边你就见阿弥陀佛，到那边你就可以证到七地菩萨，花开见佛无生，你就能到七地，这么高的地位。念佛法门无比殊胜，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，我们报佛恩，真正往生就真正报了佛恩
啊，那么身体在此地，我们护持正法，尽心尽力，帮助正法常住世间。啊，最近这两年，我们看到习主席在国内外发表的讲演，他非常尊重传统文化，对佛教也很支持，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。啊，过去汤恩比博士常说，特别是他在晚年，他是1985年75年1975年过世的，那时候他80岁。啊，晚年他到日本去做过3次访问，留下来的著作跟记录，他非常坚定的肯定的说，解决21世纪世界的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啊，我最近看到一部书，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，未来属于中国，这本书全是汤恩比说的话，是在他著作里头报纸杂志发表的文章，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关的方面全部收集在这本啊，日本编的，原本是日文，这我们翻译过来的。这本书确实会给中国人给全世界人带来信心。这信心什么？大家关心的，这个世界还会和平吗？难。啊，中国人起来了，就难。啊，中国人崛起不是灾难，是给全世界带来安定和平。啊，汤恩比没有看到全世界。如果要看到这个书啊，他会指定就是这个。啊，群书之要现在已经是列入党校必修课程。真难得了。啊，这本书出现了，我印了10000套。分送给全世界各国大学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的收藏。啊，用意在哪里呢？用意是它不会再失掉了。啊，它在中国失传1000年，输到哪里去了？在日本。唐朝灭亡的时候，那一群留学生带到日本去了，中国找不到了，所以这个书的名目在唐书、宋史、元明清、清朝还没有，元明历史里头译文记里面、译文志里头都没有，
没有这个书的名字，这是失传一千年，唐太宗时候编的，唐朝治国的宝典，大唐盛世就是这部书做出来的。啊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把它翻成白话文，翻成外国文，啊，世界上各国的不同的文字，我们用这部书在全世界建立共识，中国人来领导。啊，汤恩比为什么是中国人领导？中国人心量大，中国人推己及人，想到自己会想到别人。他看到中国的历史，每一个朝代，中国不欺骗外国人，不占外国人的便宜。啊，外国虽然送礼物到中国，中国回敬的一定加一倍。啊，在中国人有种伦理道德的观念。啊，身心因果，就是中国人领导全世界，全世界的每一个族群的文化不会被摧毁，反而会被提升。大的中国人过去做到了，啊，郑和七次下西洋，大家看到事实真相。没有占领人家一寸一尺土地，啊，西方人崛起之后，到处建殖民地，啊，侵略别人，但这个不可靠，啊，中国人可靠，啊，那我们想，地球上大平太平盛世。共产党来领导，习主席来领导，啊，佛教汤恩比说过，佛教是无神论，佛教是共产主义，真的。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，出家人没有私财，啊，设方供养是归常住。啊，在中国这两千年来都是如此。啊，最近这一百多年变了。啊，这个寺庙变成子孙庙了。过去不是的，过去道场设方丛林，设方道场。啊，只要是出家人都可以挂单。都可以在这个道场学习，啊，只要遵守规矩，遵守道风，大家都欢迎。啊，现在是有庙无道啊，啊，这是可悲的现象。啊，我们相信，在习主席领导之下。不但是佛教，所有宗教都会走上正道。啊，要想世界和平，必须先要把宗教团结起来，宗教要回归教育，宗教要互相学习。啊，宗教要一定要把经典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。啊，要代表神，这就表法嘛。代表上帝，代表佛菩萨，把爱心、慈悲、
发扬光大，全心全意为一切众生服务。宗教对社会的贡献就大了。啊，我看到汤恩比这些谈话，我很喜欢，跟我这几十年想的完全相同。啊，他比我们早一代。我们跟他比是晚一辈。啊，他经历过三次大战，我经历过一次，第二次大战。啊，对于人民的疾苦，他观察的非常微细。啊，大乘佛法确实可以帮助所有宗教向上提升。啊，所以佛教大学是必须要建立的。我们再往下看经文，道义。啊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就见到阿弥陀佛。啊，就证得无生法忍，这是其人自见生莲花种，蒙佛受记，得受记矣。经语：无数百千万亿恼忧他劫，迫于十方不可说不可说世界，以智慧力随众生心而为利益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，皆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这是说你往生以后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。往后呢，往后是得佛受记，受记就是成佛了。啊，成佛之后，这个时候，天台大师所说的分证即佛，不是圆满的，是分证即佛，是真佛，不是假佛。天台六界佛，第一个是礼界佛。释迦牟尼佛在华严经上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礼，从礼上讲，人人都是佛。但是从事上讲呢，有迷悟不同，完全觉悟了是佛，完全迷了是六道众生。啊，开始觉悟，小乘须陀洹，大乘是信位的初心菩萨，开始觉悟，叫始觉。啊，慢慢在提升，提升到究竟觉。啊，究竟觉是化身菩萨，华严经叫妙觉如来，那是究竟果位，没有比这个更高的了。妙觉在哪里呢？妙觉在常寂光。啊，它不在十宝图，十宝图里面是四十一位化身大师，语言教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等觉，四十一个位置。
极乐世界就是这41个位置的人常住在那个地方，接受阿弥陀佛的教导，一直到究竟处啊。那么他在十报图里面弘法利生，智慧神通道理跟阿弥陀佛几乎是相等，完全相同啊。要经过多长时间呢？3个阿僧祇劫，无始无明的习气断尽，他就证得妙觉位了啊，证得究竟圆满法身。所以他将来无数啊，经是经历无数百千万亿，那有他界，单位是界，不说中界小界，它就是大界。啊，干什么呢？普于设方，不可说不可说世界。他人住在极乐世界，他教化的地区是设方，无量无边诸佛世界。怎么去的？分身去的。那真身，真身在极乐世界没动，在阿弥陀讲堂，阿弥陀佛是真身，菩萨这些菩萨们都是真身，接受弥陀教诲啊，分身去了。阿弥陀佛分无量无边身，到十方世界干什么？接引念佛的众生。那佛要不接引他，他不知道极乐世界在哪里啊，一定要等佛接引。那弥陀会上这一些学生，十方世界到那里见佛，进入弥陀讲堂的人，他们每个人都跟阿弥陀佛一样，能分无量无边无数身，也到十方世界去干什么？去拜佛，去供养，修佛宝啊，去听经闻法，开智慧啊。你就晓得，在极乐世界一天修学，我们这边无量劫都比不上啊！你看他一天分无量无边身啊，供佛闻法，所以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，绝对不会退转的啊。极乐世界不能不去啊，不去就大错特错了。要去，要把这个世界放下，在这个世界随缘，决定不攀缘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啊，万缘放下，身心清净。这是我们现前所享受的，享受的是清福啊。法喜充满了啊，长生欢喜心呢，
啊，所以他以智慧力，以神通力，以功德力，能于烦恼大苦海中拔济众生，令其出离。这个烦恼大苦海中是指六道，一切诸佛刹土里都有六道轮回，都有十法界。啊，他有能力分身去拜佛，去闻法，同时与那个地区跟他有缘的众生，他都知道。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，他都看到，都听到。需要帮忙的时候，他就去了。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现什么身。他能接受什么法，他就说什么法。这是圆满性德的现前，真正不可思议啊，我们无法想象的。我们在这个世界，这个世界是现在是真的是烦恼大苦海中啊！啊，有没有佛菩萨在？有，我看见了。学佛的同学，念佛的同学，学传统文化的同学，啊，称赞传统文化的同学，你能说他们不是佛菩萨的演化吗？这些佛菩萨从哪来的？从极乐世界来的，从十方刹土来的。啊，十方刹土没有离开极乐世界，离开极乐世界没有这本事。本事从哪来的？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来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这些人啊，遇到这些佛菩萨去帮助他，令其出离啊，众生难度，他不想离开呀、啊。他对这个烦恼大苦海，他有留念的，他不想离开。啊，他认为苦中还有乐啊。啊，这就是迷得太深，迷得太久。啊，古时候人比较容易觉悟。啊，为什么？读中国传统文化的书多，佛陀教学、道家的教学，潜移默化。他阿赖耶识里头有种子，好教啊！啊，现在人难呐、啊，儒释道都没有了，啊，讲经的人没有了，讲经的人没有支持。谁支持你？佛菩萨。
不是佛菩萨祖宗之德，讲经这桩事情障缘太多，没有不退心的。我们一起学发心学讲经，就变成我一个了。啊，其他的有的早年往生了，啊，有些改做金蝉佛寺去了，啊，我这个辛苦我走过来了，啊，所以我要帮助讲经的人。台南极乐寺我前年在高雄治牙齿住了8个月，啊，把牙齿治好。台南同学来告诉我，有人捐那块地皮，他们想盖个道场，就盖基罗斯。我告诉他们，台湾寺庙很多，有你一个不多，没有你这个不少，没意思。他们问我，那要建个什么样道场？我说，台湾没有的。什么样的台湾没有？道场，讲经教学的道场，台湾没有。如果你们建这样一个道场，我赞成。啊，所以你们到这边参观。这个道场没有殿堂，有教室。啊，大大小小教室有7、8个，可以分作讲经。欢迎学习讲经的，出家在家，你学哪一部经，到这个地方来讲。啊，听众2个3个不算少。啊，300、500不算多，学习讲经的要有学习的态度。我过去在台中学讲经，有时候听众就一个人。啊，到哪里去学讲经？到居士们家里。我的人缘算很好，啊，学一部经至少要讲10遍。10遍怎么讲？星期一到张家去讲，星期二到李家去讲，星期三到王家去讲，啊，通通讲这一部经，啊，那我就有好多遍了。啊，用这个方法。啊，李老师所教的经，好在都不长。啊，最短的3次就讲完了，8大人就讲。啊，最长的不超过10天。同学们学了之后，台中有27个部教所。南面到鹿港，北面到新竹，啊，这一些27个部教所里面，每个星期讲经一次，都是我们同学来负责。啊，所以自己要勤奋的，要努力呀，啊，要拜托人呐，同学，好的同学。我星期一到你家讲经好不好？每一个星期，
他反正晓得最多不过十次，十次就两个月就圆满了啊。我在台中学了30多部这样的经典啊，我学了就比较长的啊，像《金刚经》《地藏经》，差不多讲一个月。啊，到最后要学大经，那出家之后再要回到台中，没有大经的弟子不行啊，根基不够厚啊。啊，到台中学楞严、学法华、学华严。啊，华严讲过两遍，我讲得很细，比李老师讲的详细，用的时间长。啊，第二遍讲了4000多个小时，大概讲1/5。那换句话说，全部华严经讲完要20000个小时。没有那么长的寿命的。啊，所以我到85岁我就警觉到了要求往生了，这个大经不能再涉猎了，放下。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，专讲无量寿经，一门深入，一句佛号念到底，其他的统统放下了。啊，国际上这些活动，我们底下一代人起来了，我们路已经开了，让他们去走，让他们继续努力。啊，未来是中国，希望下一代的人都能够忠心拥护习主席。啊，在他的领导之下，让中国传统文化在全世界开花结果。啊，21世纪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时期，不是政治，不是武力，也不是科技，也不是工商贸易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跟大乘佛法啊，希望能够普遍，将来能够用联合国6种不同的语言啊，翻成这外国语，对全世界流通啊。联合国的活动我还是希望每年有一次，利用贵赛季办一次活动啊，一年大家各个地区的在联合国聚会，集思广益可以影响全世界啊。我相信真正能够化解所有的冲突，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谐，社会能安定和谐，灾难就减少了，人民就安乐了啊，一切才慢慢的复兴起来啊。传统文化要复兴，宗教教育要复兴，都要靠稳定安定的社会才能办到啊。特别是幕后这一句，
借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世界。这是华严经上说的。普贤行一篇是华严经最后一篇的。这一句话不就肯定告诉我们，十方世界应化的这些佛菩萨、法身大士，通通都是常住在极乐世界，他们也常常在十方世界去参学。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深一层去体会，那才知道极乐世界的庄严殊胜。又其中第十愿，普皆回向，着重这个普字啊，贤，普贤的意思啊，从初礼敬呢，乃至第九愿，恒顺众生，贤贤这个字啊，故知十大愿王，这个十种大愿呢，贤普贤德号的意义，贤在殊穷三际，普呢在原始无余啊，普是讲空间，贤是讲时间，殊穷三际，横遍十方，是极乐世界居民他们日常生活的状况。我们今天日常生活可以乘飞机游览全世界，不能到太空当中去，到极乐世界你每一天可以游览遍法界虚空界，没有一个佛刹土是漏掉的。为什么呢？你分身去啊，分身那个身跟本身没有两样，就凭这一条，极乐世界非去不可。啊，要去的条件，得放下尘缘，啊，尘物质环境，缘人事环境，彻底放下了。不放下去不了啊，一放下随时可以去啊。啊，除了像海贤啊，四十岁以后受阿弥陀佛的嘱咐，阿弥陀佛赞叹他修得不错，为什么？八大经完全落实在生活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，啊，太好了！在这个世间多住几年，给念佛人做个好榜样，这叫表法。啊，他是为这桩事情，一直活到112岁，全是佛力加持的。啊，那一般寿命呢？我估计他也应该是70-80，就这样的啊。那么他延长到112岁，那是佛力加持的啊，为我们解决一个难题，就是慧基本这个难题，太多人反对了啊。他拿到僧战僧
照这张照片，是阿弥陀佛交代他最后的表法，你表了这个法，佛就接引到极乐世界。所以他看到这本书，欢喜的像如获至宝。那为什么？阿弥陀佛给他约的，见拿到这本书，你往生极乐世界的愿成熟了。啊，所以这是他最后一个表法，帮助净土宗，啊，净土宗的同学对于这个法本不再有疑惑了，啊，深信不疑，证明这部经是汇集本，不是不能汇集。啊，有人考证，佛经从翻译的时候就有汇集，汇集的历史很长。啊，那么在所有汇集本里头，包括已经的汇集，都没有这个汇集本高明。为什么？所有汇集本都能挑得出瑕疵，这个汇集本挑不出。为什么？夏莲居老居士自己挑了七八年，天天在找毛病，他自己找，啊，校对十次，啊，真的是每一个字、每一句都是原译本里面的经文，没有改动啊。在汇集当中，这是第一步，真正是善本的。啊，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集注，不是他自己的。你看，都是引经，我们今天念的这一段《华严经·心愿品》啊，用经来注经，高明。他一共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著作来注解这部经。啊，注解里头字字句句都有出处，不是自己瞎编的，这叫人佩服啊，没有话说。啊，我们依照这个本子学习，这个20多年当中，我们没有走错路，我们得三宝加持，不得三宝加持，可能我们走投无路了。啊，还有这种体力，还能讲。啊，这正是我们做表法给大家看。啊，我不能讲了，就往生了。来这个世间观，就是把这部经讲清楚、讲明白，啊，讲透彻。连公汇集经本，念老做这个记住，我记住就要把这个记住讲清楚、讲明白、讲透彻，让大家深信不疑。净土修行很简单，就是信、愿、信，不许可有丝毫怀疑，有怀疑就不能往生。啊，一定要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啊，我们再看下面的。
清凉疏云，华严经，清凉大师的疏钞，国无不穷，乐谱，不舍阴门月仙。正是正贤呢，经中普贤是为后普贤的，也就是善导大师所说的从果向因之相。那果是什么？成佛了，普贤菩萨早就成佛了。成了佛之后，到娑婆世界，到极乐世界，以等觉菩萨的身份来协助弥陀释迦教化众生啊！早就成佛了啊！所以普贤有果前。有果中，果中是等觉菩萨，果后成佛之后再用应化身来帮助佛菩萨教化众生。那我们到极乐世界凡夫，我们有的智慧神通道理是阿弥陀佛加持的，不是自己开悟的啊。那我们是果前的普贤，我们可不可以用文殊菩萨的身份、普贤菩萨身份？可以用地藏菩萨身份都可以。那是过去啊，到我们在极乐世界真的等觉，那就过中啊，成佛之后再来，这叫过后啊。了解这些人的身份啊，又普贤寄云：我即往生彼国矣，现前成就此大愿，普愿成立诸众生，速往无量光佛刹。世界普贤自言：我既往生极乐世界已，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，乃以殊胜行愿功德，借习回向众生，同生极乐。普界回向乃成普的意思。这一段里头给我们透露了个信息，这个信息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普贤菩萨自己说：你看，我既到往生到极乐世界了，成就所发的十种大愿，普贤菩萨能成佛，他是怎么修行成就的？往生到极乐世界成就的。十大愿望到什么时候圆满的？他往生到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十大愿望才圆满。这个信息很重要啊！乃至以殊胜行愿功德，悉皆回向众生，同生极乐。到这是一段，
这一段是念老的话，世集普贤自言以下，啊，道是普界回向之本源，这是念老的话，为我们透这个信息。极乐世界真正不可思议，实实在在不可思议。它是一切诸佛菩萨的本源。好，我们接着往下看。下面普界回向乃成普义，弥陀四十八愿摄一切众生是普界回向的本愿。普贤十大愿王正是弥陀大愿第三十五愿的广义。三十五愿是什么呢？这下面揭露在此地。生我国者，究竟彼之一生不出，除其本愿，为众生故，辟宏誓开，教化一切有情众生，借法心愿，修菩提心，行普贤道。这一段文念老有个挂号，此愿留在第二卷中详细解释。由此可见，会众慎重都是层层记录，披红石开，油画设方，祝佛红花，如是辗转教化，辗转度脱，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诸佛皆尊普贤大士之德。这段的意思很深呐、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三十五愿，三十五愿说，生我国者，究竟彼之一生不出，一生不出就是等觉菩萨，就是为众。到这个境界，再向上提升，就是妙觉位了。一生不出，提一下就是妙觉。都在西方极乐世界圆满成就了。那么这个里面还有一些菩萨愿力很大，他们不希望造成佛，希望有这个能力，弥陀加持这个能力，他就到十方世界去行菩萨道，协助一切诸佛做影响众。所谓影响众，就是专门为佛教诲业
做表法，做这个工作。啊，让佛所讲的呢，大家都能看见。啊，真有人做到。啊，好像净土法门、普贤法、普贤这个海贤法师为我们做主，自在往生。啊，你看他的妈妈为我们表法的，多痛快啊！说我走了，他就是真走了，没有一点毛病。啊，海贤也如是，他那个师弟海庆也是这样，海庆还留了肉身。啊，所以确实有这一些菩萨，他还不愿意成佛，在十报图里面，他就行菩萨道了。啊，以佛菩萨的身份，他能现佛身。众生要希望见佛，他就现佛像，像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愿以佛身得度者呢，他就现佛像；以菩萨身份得度，他就现菩萨像。没有一样他不能现的。啊，跟耶稣有缘的，他就现耶稣像。跟阿红有缘的，他就现阿红像。所以世界宗教是一家了，别搞错了。啊，从哪里来的根源都在极乐世界。他怎么不是一家人呢？啊，都从极乐世界出来的。众生缘不一样，现种种身，说种种法，其实全是一桩事情啊，行不行道啊。所以由是可见，慧众圣众多半都是曾经往生极乐世界啊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才有能力游化十方诸佛弘化啊，如是辗转度脱。是故经中无量无边一切菩萨皆尊普贤大士之德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